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传统的皮影戏，然后你们把你们电路东西先装回好哈，就是灯泡包装回这边，然后电池放好哦，然后那个地方是在这一个有弹簧的地方，然后 positive 是在这边平的地方哦。OK，你们要确定是可以着灯，OK，这样子就对了。OK，这样子连起来，红跟黑的放在一起。着灯就是对了，OK，老师再重复多一次哦。包记得锁上去回，然后电池放回原位，就是这个 battery 放回原位。然后你们要确定它是对的，你们就放看，它已经会有亮亮，就是着灯。上个星期看你们全部人都学会了，我相信你们很棒的，已经会了。OK，把这个放旁边先，今天我们要做个皮影戏的箱子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黑色的纸卡先折，OK，黑色的我们要在里面哦，所以白色在外面，OK，白色在外面先这样子折先，OK，一个这样三角形的一个 shape 这样子的，黑色在里边哦，OK，放一边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盒子，OK，一个盒子，首先先把有限的地方都重复的折一遍，这边。折上来先，它像一个箱子吧，很简单的。OK，旁边这边有两侧，这边有一条线，对不对？看到吗？OK，你就可以进出，好，进去里面。OK，这边也是。OK，跟着那个线折咯，折去外面，然后再折去里面，一模一样的，看到吗？OK，转过来，两边也是有这个，然后怎样？跟着那条线进去。出来，OK，它就可以这样子的，OK，很简单的，折进去，折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看这一边，我们要把它盖起来，OK。可是先要折这边先，这边有一条线，看到吗？OK，你先这样子折，OK，先折进来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条，OK，你这样子弯折进来，OK。推进去里面，好，先一个 box 这样，然后这一个呢，有一条像一条线可以开的，这边有一条线，你们要小心一点，要推出来，可以用手压它一下，OK，还要开着，像开门这样，OK，像开门这样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看到吗？像开门这样罢了，OK，开着，OK，另外一边也是很简单的，你要先把它打开，这边相同的会有一条线，然后把它折。这样子，OK，然后相同的盖起来，这个不要弄破哦。你盖的时候压旁边这里，好了。然后上这个是朝上面哦，这边是有两条线的是上面，OK。好，这样子我开起来了，这个重复的开掉它。看来我不是有折一个黑色的卡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们呢就把它。放进去里面，OK，怎么放呢？大个的，大个，看到吗？一个小，一个大，大的在里面哦，这样，它是这样子的，OK，小个的在外边，OK，它是这样子哟，它推进去就完，它平行。它这样子平平，看到吗？平平，然后盖回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老师准备了两个的那个图片，然后你把他的眼睛这边用尖尖的铅笔，然后跟他刺，它是一个洞来的，它是一个洞来的。拔不出来也无所谓哦，因为它没有割完整，所以它会比较难。鱼也是有，OK，它是这样弯弯的，那个鸟都不能出来，OK，我就不去弄它咯，OK，一个前一个后，这样子，然后。OK，然后这个电路呢，我们就需要用镊子。
还是你不用加牛莲子的话，你就把它扣在一起，这样子转，它就永远会有着灯，看到吗 ？OK， 如果你们不要的话，你们可以用莲子莲哦，小心哦，不要粘太稳，它开回去的。然后把这个放在里面，看到吗？是一个它的位置来的。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得到，还有一个 shadow 的，我是放个方向牌哦。OK， 看老师先放鱼的形状哦。OK， 下一个鱼呢是在第一格这边，然后是离光线比较远的。OK， 它是比较小，你看小个的。OK， 画个格子。OK， 如果把鱼靠近灯光一点，你看它就很大只，你看到吗？剩下脸半了，啊，尾巴啊会比较大一点。所以呢，东西呢越靠近这个光线，越靠近里面，它就越大。OK， 离越远呢，它就越小，看到吗 ？OK， 老师换另外一个，老师换一个鸟啊。OK， 我们先放第一个离光线远的。OK， 你看它比较小一点哦。OK， 这是皮影戏哦。然后我可以放后面一个，其实就是离那光线近一点的，它就很大个。你看，看到那个鸟的景象罢了。OK， 它就比较大个。前面呢就会比较小一点，嗯，看到吗？一个鸟的一个 shadow 就是它的影子 ，OK， 这个就是皮影戏 ，OK， 期待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哦，看到吗 ？OK， 放两个，嗯，然后你们可以讲故事哦 ，OK， 这个就是皮影戏的一个盒子，嗯，很好玩的。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